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82集的节目。我们今天呢挑一个这个 LG41 Leoprime 这个狮王擎天柱，或者叫狮王柯博文，它是用了泰坦回归 Voyage Class 的这个泰师傅呢下去做改模的啊。那基本上呢这一款的人形的配色呢，我觉得非常的帅气啊，非常有贵族的感觉，好像什么狮心王查理，是查理还是理查，对，反正就是那个感觉。它可以变形成一艘太空船，还有一头狮子。那么基础模具的泰师傅呢是非常棒的一款玩具。那么日版的话呢，它会多一本就是类似有这个漫画的这个成分在里头，然后还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书。那么泰坦回归系列 V 级以上的玩具呢都是三变的。那我讲一下日版的玩具呢，它的一个包装都是以一个载具形态，那这就是一个兽形。那我只能说呢，LG 系列的这个日版玩具呢，在回合的时候呢，真的都是有一点痛苦的啊。你必须把它装得非常一丝不苟，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给回合。那提过了啊，它是一个泰坦回归系列的一个模具去改的，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头领战士，红蓝配色，非常经典的一个也是 OP 型的一个配色啊。然后呢，它身上的话呢，有一些凸啊，这个凸的话就可以用来站立这些小人。那么这个小的这个泰坦头领战士的话呢，可动就是只有手臂可以动，然后脚的话呢可以往前蹲下来，两腿是合并住的。那它这个头雕啊，其实是跟它的本身的变成之后，后面这个大头啊其实是还蛮接近的了啊。那么这个小人的话呢，除了站在这个玩具身上这些凸洞之外的话呢，你呢也可以呢把它安置在这里，它可以搭载在前面啊。但这样啊，搭载前面之后，感觉这个太空船就不是很大了啊。那如果说真的要有太空船来做一个搭载的话呢，它的后面这个地方还可以打开。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再次的呢把它给收到内部去，再盖起来，可以做一个非常完美的隐形。那这个武器的话呢，可以安在两侧，宝剑跟这个大枪。那宝剑的话呢是限定啊，只能够安置在这一边，因为的话呢它的这一侧是一个凹洞，但另外一边是一个凸。如果你要安插宝剑的话呢，两个凸靠在一起是会不合的，所以必须是一凸一凹。那可以看到后面啊，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三变的变形金刚的话呢，通常会有一个形象是比较牵强的。那以它的三变形态来说的话呢，这个飞船呢我认为是属于当中最牵强的一个。那大概知道一下就行了啊，前面这个空旷的甲板理论上它应该是属于航空母舰或是航空巡洋舰吧，但加上前面这个炮之后，这感觉就好像就感觉不是那么感觉啊，就拿下来可能感觉还好看一点。那么前面的这个驾驶这个指挥塔台吧，这个地方是一个透明部件，但上面的白漆啊上的不是很好啊，这个毕竟是2014年之后的玩具啊，这个各方面的涂装，日版各方面是种种的退步啊。那我们来进行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那我们这一期的话呢，会把它变形成狮子，我们会把机器人呢放到最后啊，因为泰师傅那一集的话呢已经给各位讲解过从机器人做开场了啊。那么这个部分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部分翻起来，我们先把我们最关键的那个东西给变出来，就是它的一个狮头，这个地方推到后面去，到这里两侧到这边，先把这个狮子的头给变出来，两侧做个简单的合并。再来的话呢，把腰身这一带有一个卡扣给解开的啊，那这个解开的话是稍微有点紧，松开把这个推到后面去，前肢先翻出来到这儿，这款的关节的松紧度还是比较适中的、啊、从这个地方扣回去。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里面有两个这个孔洞，就是跟这两个凸做一个结合啊。那当然腰部这个地方先扣上，这个部件再推过来，然后呢两侧做个简单的合并啊，前后就达到一个锁定了。再来的话呢，把这个部件往下面推下来，脚翻下来，再来的话呢把这个部件顺着往前面推过来扣上，这个瘦的一个后腿再翻下来啊，就结束了。那么这一腿的话呢多了一块这个在太空船下的一个前方的支架。那翻折的话呢，你不可能把偷胶的地方翻出来嘛，我们都拼命的在帮官方遮丑嘛，对不对，遮丑遮了10年了，对不对，总不能在这最后最新的一集把官方的底给卸出来啊。好，那这个脚的话啊，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锁扣的一个感觉扣上去的。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呢算完成了它的一个兽形态。那兽形态的话呢，前肢的可动不是很多，那它的一个尾巴是这个样子啊，它的尾巴的一个收呢是以宝剑呢来啊，不对，是以尾巴，然后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啊，并不要直接插后面这个
啊演啊，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好，扣上，如此这般。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勉强可以说它的尾巴还有一点可动性，这个呢就完成了我们这款 Leo Ply 的一个兽形态。那么这个东西，其他这些东西扣上去都不好看啊，我们就暂时丢到一旁去吧，就暂时就当做没看到。那么比较可惜的是它的头啊，几乎没有任何的可动啊，而且这个头上这个角还有这个涂装啊什么的，加上头上这个，我怎么感觉那么像我们这庙宇前面那种石狮子的感觉啊，还多了几分的可爱，绝对没有玩具盒柜上面那么的凶猛了啊，多了几分好吧过年的喜庆的感觉啊。那这里比较可惜是这个拳头是灰塑胶灰啊，然后这纯白没有一体性，比较可惜。嘴巴是不能动的啊，整个头都是卡死的，就是一个造型而已，能动的只有前肢啊，还有这个地方可以转，还有这个脚这里可以动，还有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啊，它是可以转动的关节，但是都是非常说有限嘛，是有限，但是好像也差不多就可以动啊。比较可惜就是它不能往两侧掰开而已啊，只能前后动。那后肢的可动的话就大很多，但基本总体来说呢，兽形态的可动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然后侧边这一带啊，这一块部件的双关节的翻折，大概是这个玩具变形的时候呢最常去运用到的了。那我们最后的话呢，就把它呢变形成它的一个人形状态，先把这个头给准备好，在旁边准备武器也给拿下来，脚的话呢可以先把它给打正，然后瘦腿翻到后面，把这个脚掌翻下来，这个时候换人形的脚掌准备登场了。哎，翻出来到这边卡住啊，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这里脚兽掌翻上去，人的脚掌过来到这边啊，稍微卡住一下就行了。那这一带的话我们一样的啊，先把这个地方给解开，这个地方给松开来，松开之后的话呢，这个啊，这个哎 Beast War 里头的这个应该是强大兽的这个标志啊，把它翻到这里来，对到前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狮头的话呢就给掰开了，往两侧掰开，然后透过这个双动关节，这个双动关节把它往前面转过来，到这扣进去，手臂的话呢从内部翻出来就行了啊，到这，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这里双动关节卡下去，手臂自然放下来就可以，好，卡进去，好，卡进去就可以了。那么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平常它是其他的状态下是可以收进去的，把它给卡住啊，然后呢你可以按这个按钮，它会弹出来啊，这个看你个人的喜好了啊，看你平常的话我是会把它给收进去，不管是这个兽形还是这个载具型的我都会收进去啊，这个地方应该先把它给翻出来，这里它的这个兽爪就是放在这个胸前，对，把这个胸扶住，把胸扶住，对不对？最近那个梗大家看过吧，什么什么女武神的，对不对？用两只手把这个胸部托起来，那个梗图啊，原来 Hasbro 也用过了，对不对？然后这个部件就折一个双动关节，这样下来把它收下去就可以了。那么最后的最后呢，这个把它的这个头啊，这里哎有只飞虫过来，把它摆走啊，把这个头给放进去，如果你觉得不好放的话，你可以先把这个部件按下去，然后呢把它给扣下去。那这个头的话呢，我觉得扣的方向啊，我感觉是小人的这个头啊要靠前方我比较好扣下去，其实两侧我觉得都不好靠，但是如果你硬要我这个选一边来扣的话呢，我会选择扣这样子，这个头就放进去这么困难、啊、哎，奇怪啊，最后的这个关头怎么这个头两侧都不让我扣，是怎么样这么的最后一步了耶，对不对？好吧，是不是有什么魔咒啊，最简单的一步居然扣不上去。好，扣上了，哎哎哎，这个太早标出来了，不好意思，哎，好，我生气了，把它扣进去啊，这里好好好，超级系机器人，哎，这样你满意了吧？我们来看到这款玩具最吸引我的地方，也就是它的一个机器人的形态，非常的壮硕啊。它的一个腰的话呢，基本上是几乎是没有，两个大手的话硬卡在这里。那么呢，我在分享泰师傅的时候呢，有大概提到一种方法，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看它是一个比较细的一个腰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呢推到后方去，
可能感太师傅的话看起来会好一点，但这一款看起来就会很怪，可能是配色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差别吧。而且呢，我个人并不 care 这个家伙呢撞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国王的感觉了啊。然后两边超大的狮头的垫肩，尽管因为涂装的关系，它真的是有一点点喜感啊。那这个 OP 的这个头帅是帅，加上两边之后呢，这感觉是怎么样？我是觉得更帅了哦，其实还蛮好看的。然后这个金，有点诡异，但我能接受。然后这里有提过了，这个地方按下去的话呢，会触动这个卡扣啊，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啊，它会凸出来。然后这个地方裆部的涂装也算有点意思，分色比较多一点，两侧还有毛跑出来，真是太雄伟了。然后呢，腿部的话有一点金属色的光泽，正面还不赖啊，但是背面的话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可以说是各种穿帮的东西全部都在后面啊，包括后面这个地方啊，不要怀疑，这里面都是空洞啊，这里面都是空洞。那它的话呢，这个其他这个武器呢，我是觉得我的话会选择把它扣在后面啊。其实后面这样看，其实我觉得差别不大。然后这个武器比较可惜的是，它这个弓叉好像有点小问题啊。我手上的这一款呢，你这个刀啊，不对，这个剑啊，跟这个兵器啊，无论是握在哪一只手臂啊，两手互换也是一样，我的感觉都是有点偏松的啊，就比较可惜一点。你看你这样晃，你都会发现它是松的，就算互换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剑也握的不是很扎实啊，这个可能是个案还是怎么样，毕竟这是一个二手品啊，我不晓得每个人的状况是不是都一样。总而言之，言的总之呢，我是毕竟身边没有什么变成狮子的这个 OP 啊，然后这款 Leoplay 的一个人形的配色呢，我个人还算有爱的啊，看起来非常的华丽。其实我早些年之前我是有入过一个全新的，但是有一次大出清的时候呢，把它给出掉了，后来有点后悔，我又花了更高的钱买了一个二手的回来啊，所以呢，出清玩具的时候呢，还是要三思一下了啊。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